Funny. No elbow. No finish. That's it. Stop yourself. Okay, back corner. Judge, time. Ready.好，现在为大家呈现的是 B 组小组循环赛的这个是第二场比赛。红方选手是来自郑州顺远搏击俱乐部的胡亚飞。蓝方选手来自摩尔多瓦的斯坦尼斯拉夫。好，这个摩尔多瓦是位于东欧内陆的一个小国啊。这个摩尔多瓦就是源自一个猎犬的一个名字啊，用猎犬的名字来命名。啊，再谈到这位斯坦尼斯拉夫啊，这个他是有来头的，他是他们这个摩尔多瓦的特警，他负责他们国家的反恐任务的，所以他是身怀绝技的。哇，就看他的战绩哈，就觉得真的是实力非凡啊。他的职业生涯仅有三次就是输的比赛的记录。是。而且今天是以小打大啊，他是65公斤来打这个胡亚飞的。嗯。那他的个儿啊，在他们的国家里面也是特小的，啊，但是他习惯了，都是以小打大。嗯，他身高是1米66。对。嗯，胡亚飞身高1米74。那个斯坦尼斯拉夫，他的一个优点就是进攻流畅，然后重心稳定。嗯。那胡亚飞的特点就是喜欢的出这个冷招，高腿。那现在出了个低扫踢就被这个斯坦尼斯拉夫给接腿了。斯坦尼斯拉夫的接腿拨腿是很厉害的。哦，赛前蔡老师有没有采访到斯坦尼斯拉夫？是。就是据我们掌握的资料来看的话，他对待这次的比赛状态还是非常放松的。是。嗯。然后这个在台下他的教练啊，就是安纳托尔，这个高个的刺青男，他的声音啊跟播音员一样，他这个语速好快，没有停过的。我不知道他的一个队员能不能听得到，这个声音很小。是，那完全不停的啊，有点自言自语的意思吧。是啊，但是呢他队员其实非常的稳的。嗯，胡亚飞是武林风的一名老将了啊，去年也参加了搏击世界杯的比赛。当时是和杨卓、古拉宾还有谢尔盖哈，他们在一个组当中。其实去年他的表现也不错，就无奈对手都太强了。最经典的就是那个神来一腿的 KO 逆转，嗯，非常漂亮。然后今年比赛呢，他也曾经对上了新当，三回合打下来呢是胡亚飞获胜。不过这个内容啊，还是需要加强一下，就是胡亚飞的攻势啊，还有他重心的一个控制都不是特别理想。那今天对上比他个儿小的斯坦尼斯拉夫，那我希望胡亚飞能够打稳一点。对，好，还有10秒。哦，小组循环赛的就是第一轮的比赛，这场比赛获胜的选手可以积3分，负的话是积1分。啊，胡亚飞其实还是挺执着的哈，在武林风打了这么多年，去年呢无缘世界杯，所以今年又卷土重来。他个人觉得是状态调整的还不错。对，看一下下劈，这个腿啊举得很高。武林风联合腾讯新闻极速版为大家准备了10万金币红包，只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支持你喜欢的选手就可以领取了。乐给天下，不要蹬，看懂没有？大家不要蹬，压得很厉害的时候就撞膝，好吧？高处撞，朝头上撞。好，这是第二回合的比赛。但是胡亚飞，我是给他建议，就是他区壁防守之外呢，不要对手一出动作就身体缩起来，有这种感觉。你要主动去化解或破坏对方的攻势。好，哇，打得稳一点，哎，不错，哇，但是对手反击太快了。
对手是个小，一个接球就哦，开始了，这个哦，这个蓝方开始发功了，要注意一下。对，进入到第二回合，是马上感觉节奏就不一样了。尤其这个斯坦尼斯拉夫人喜欢接腿拨腿，对于善于腿法的胡亚飞来说是一个很麻烦的事情。是。下劈啊！基本上在武林风擂台还没有看到下劈有一个击倒的画面出现吧？是的，没有。哦，这后手，对方的手虽然不长，但是好像有打到了胡亚飞。胡亚飞要注意一下，这个不要随便的起腿，因为对方啊是很能接腿的。哦，这个组合不错。你看胡亚飞要推对方，对方的重心就放得很稳。对。好，按照我们的规则的话，可以有五分钟的休息调整的时间。是。前期后期都可以吧？好，比赛继续。那胡亚飞就是喜欢出冷招，那遇到这种报价好的啊，就好，有时候找不到这个一击必杀的机会，就很可惜。对。好。哦，今天斯坦尼斯拉夫小个儿，但是他防守很严密。胡亚飞吃他，你要用自己的体型优势吃他，对，推他，不要退，注意刚要被接腿了，推推要有进攻，对，啊，这个招太大了，太急了，这个胡亚飞还是不够稳啊，再来进攻，再来啊，不要停。对，已经挤到了这个危险角的时候，就要赶快继续进攻。对，因为他没有滑倒，是滑倒就不能攻击。有时候这个运动员啊，这个二次启动能力要很快，看到机会就要攻过去了。是。哎，你看胡亚飞踢人，结果自己摔倒了，自己给自己弹回来了。重心对，是重心的问题。这个在过去的比赛胡亚飞也会出现这种问题，哎，因为还有十秒，所以我们要求会稍微高一点点，对，也是一个对照了，你看对方小个的，但是他没倒啊。河南卫视淘宝官方商城上线了，看武林风，打开手机淘宝搜索五个六，参与红蓝阵营竞猜就有机会抽最高9999元的现金红包，帮你清空购物车，更多商城品质好货等你来选。第三回合是，话说胡亚飞最近用拳头跟手指啊来做这个俯卧撑，那苦练之后啊，其实拳法的威力应该会大增才对啊，今天还没有很明显的发现。对，哦，你要相信自己训练的成果。哇，哇，漂亮！这个斯坦尼斯拉夫的组合拳很快，哦，又快又重。哇，也继续，对，是他，不要等，迅速的，就跟这个在篮下抢篮板一样，吃，吃你，对，不要增大行动，退，好，继续，来，你刚才说什么话啊？我认为这个胡亚飞正蹬啊，常常会蹬完自己会往后退，所以起戏法会比较好一点。
因为胡亚飞正蹬的习惯是上半身的往后，所以踢完他自己就往后了，变成没有这个压迫性的效果。那所以回头他自己还要再调整一下。对，他这个方法是可以把对手蹬开，但是你也往后退了。再来，我们看这个胡亚飞处理对手的拳就是屈臂啊，可以多一点手法，都是后续可以再增加的地方。还有刚刚胡亚飞两三次的这个习惯，对手一出腿他的手就放下来了，这不是一个好的习惯。不要蹬啊，前中可以放一只手，但是不要放两只手，这是接腿的习惯。刚才台下的这个教练也都说不要蹬了啊，你的蹬会把你自己蹬走而已。好，比赛继续。好，推推完进攻。哎呀，怎么推完等对手进攻？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哎，上来警告是吧？不要耍手工具啊！注意一下喽。提醒一次了，双手的辅警提膝。进攻，进攻，压迫！哎，哇！小心，踢了一腿，结果被对方给压回来了。Pass up，OK。现在战况还是非常的焦灼，对，哦，哎呦，蹬到脸就很痛的，推推完进攻。今天胡亚飞的有一些进攻是有那么一点点的迟疑，是，没办法，非常的流畅，对，就在他上一场跟新当打那场比赛也是一样，有效的攻势不多。被勾倒了。时间应该剩下不多了，起来，好，十秒。可惜胡亚飞的重拳好像没有发挥到，再来。三号裁判，29-28，平局，加赛一局。王总，给我拉走。好，双方打了三局之后，我们裁判给出的结果是平局，需要加赛一局，是，但是很有意思啊。分歧平。对，每一个裁判都不一样，对。推冷冰的。这个所有才有三个裁判吧，用各个角度来看、啊。对。你们这没有冰吗？冷冰。哎，怎么了？哦 ，OK 吗？虚惊一场啊，虚惊一场。好，马上开始，两位的加赛局。是。Ready, fight, roll four。
好，第四回合。对，那是对双方的体力啊，都是一个考验。对。不要飞，飞完之后呢，有没有进攻？到。对，胡亚飞继续压迫，没错，继续压迫，往前，不要退，对，继续，哎呀，在西壮之前被打了好几拳，放那，放那，放那，老板，这么高手攻击他，没事，不是说了吗？放，胡亚飞好亏啊，郭锦被警告，而且同时又挨了好几拳，哦，哇，继续。哇，这个小钢炮啊，发威了！有时候遇到这种特殊职业背景的运动员，哦，特别难缠。对。到。到。后面不打了，打前腿了。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亚飞，后腿不打了。对，两个人都。是。对，这个多你。这打前腿，打完朝上。快！各自得到了我们这个场台的一次的提示。而且看到啊，这个胡亚飞今天的拳没有对手重啊，你回去加起来漂亮哦，这个摔好重啊，故意重重的压在地上。这胡亚飞很有技巧，一个重压。啊，这一腿空了。是。再来再摔。好，也可以。有。摔了两次啊，体力应该有下滑一点。对，不要等，不要等他。哦，可是这个拳还是很准很硬。哦，戏法。对，胡亚飞还是等的有一点点多了。对。哦，也不错，哦，两个人斗志都非常的高昂。哇。飞在第四回合其实也表现得相当精彩。对。对，西奇，到，先打过来，来吧，杨飞，走，剩下25秒了哦，再来，哎，两个人都有些累了，剩一下，再来进攻，好，10秒，再来，到。好，这个难题一定要留给裁判喽，留给裁判了。其实打了4局，两位首先我觉得体能方面还是可以的，是可以。来看一下慢放啊，有效击中啊，这关键在于有效的击中。对。在公布结果之前，我建议现场所有的朋友们响起热情的掌声，送给两位选手，好吗？其实刚才我们看到了武林风搏击世界杯想要的东西，这就是一种精神。好，我们现在来看最后一局加赛局的比赛结果。比赛结果，一号裁判9-10，二号裁判9-10，三号裁判9-10，比赛结果蓝。